牛油果酱，还有番茄，还有那个脆脆的有点像薯片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芝士和虾仁儿。哇，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拿起来吃。这样吗？吃完了，哇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我下次要试试加牛肉和鸡肉，太辣了，我下次再也不加这个辣酱了。我本来昨天晚上的时候想要下定决心去剪个头发，但是因为今天有点事情没有办法过去，我现在又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剪头发了。